本大队特殊任务警力于本月28日零时一时许执行巡逻巡路时，行经本市安平区玉屏路，见对向车道一名重机车女性驾驶未打方向灯右转且行机特异，民警立即拦查，不料该骑士又跨越双黄线逆向行驶左转，民警透过车上广播大声喝止，指挥立即停车将其拦停。盘查过程中，民警发现女性言行飘忽，且身上传来浓厚的酒味。经民警现场实施酒测，酒测值高达 1.31 毫升，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